给你的。我不要。还有四天就要出月子了哈，这一个月以来啊，都是我的老婆婆在照顾我，白天也是，晚上也是。那晚上不是我吗？你还给这老婆婆夸的。所以啊，我花了200块钱给她买了一个大榴莲，是她最爱的，老贵老贵了。确实下血本了，就这么点东西，200块钱。老婆婆，这榴莲45斤，你必须给她吃完了。来，上上，来，我妈抱着来。哎呀妈呀！哎呀，把我撞死了。妈呀，这个吃的绝对比螺蛳粉还带劲。因为榴莲现在不是旺季，所以卖的特别贵，我妈平时又舍不得买，因为我妈跟我媳妇都喜欢吃臭的东西嘛，我妈比较喜欢，所以我们家默默就给我妈整了一个，她应该能接受的。这一个榴莲三只鸡哦，大补哦。没骗你。哎呀。真的。你的老婆婆她不信，你给她科普一下啊。这个太臭了，我接受不了。一定要接受，这是你儿媳妇的好意。哎呀，好意我领了，榴莲也得吃了。等我也让我的老父亲尝尝。家庭负担要上线了。开讲了，铁子们。你平时8块地不是挺狠的吗？哇，乖乖。哎呦，哎呦，这都掉了，尝一个，我马上尝一个。老婆婆，这壳子我交给你干嘛？呀，这个我干嘛扔掉？不是的，老公公不听你指挥，你让他跪着。哎呀，你不要破坏人家夫妻感情好不好？我妈已经受不了了。整上勺子嘞。哎呀，我没忘到小碗。只闻到臭。哟，这方肉大好，梦梦。嗯，这才是正确的扒榴莲姿势，太霸气了。下山料知不知道这样？这么小的榴莲啊，竟然开出6房肉，不错不错。来，老妈，尝一个，快点。不行，给点面子。手怎么抖着呢？没有要我的命啊！甜的不？还行，还行了，都给你，啊，都给你，都给你。你真眼大不平啊，你个真的，真的。之前是我妈盯着我媳妇吃饭，今天是我媳妇盯着我妈。妈妈，别嫩了。吃啊，对，那我吃凉，吃吧，吃，你要多补补。妈，你看看梦梦人家吃的，都一大口一大口，你看你。没有，我老婆婆嘴长得小，是不是？我是真没有想到，我妈不喜欢吃这个榴莲，一般喜欢吃螺蛳粉的人不都喜欢吃这个吗？到我妈这里怎么不一样了呢？吃一口，没事，好吃吧？阿鸡，快快快，这还在食堂里呢，要不要吃？要吃走，不能要吃。不要不要。给你们看一下正确的吃榴莲方式，就得大口大口的塞。我妈都无语了。你看我妈羡慕的眼神呢。快点啊，也没人跟你抢。我也来尝尝。好了，不能，人家都是别来的了，也抖上了呢。没这条件了，啊，还多吃点。多吃点补补。他喜欢，他喜欢我没这个条件。哎呀，老婆抱腰吧，来，给攻击啊！哎呀，没人都嫌弃你了。其实这个榴莲啊，我媳妇一直爱吃，之前不是怀孕嘛，没敢给她多吃，怕她血糖高，而且这个吧又能长肉，所以啊孕期一直在控制，没给她吃。怀孕的宝妈也要注意一下哦，真的，这个榴莲啊特别长胎儿。这拿脸给我的老父亲尝尝，家庭夫人。这个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。你不吃啊？你妈最爱的，被老头全吃了。你知不知道他喜欢吃榴莲呢？不知道。开饭了，这吃完，这扔不扔呀？这扔了。不是，嗯呐，这2块给你，这3块给我。要这个干嘛？老头不听话给他跪搓衣板，华晨阳不听话给他跪，跪这个榴莲。你别瞎教我妈这些东西，都搁哪学的呢？这必须给他扔了。我老公我说了，他说这个榴莲有点熟的太过了，我也觉得是。纸啊，找到纸回家。跟我老婆婆沟通不了，她不爱吃榴莲，你知道吧？哦。我媳妇还有4天就出月子了，大家都知道我媳妇之前跟我妈是有矛盾的，我也怕他们俩再处不好，毕竟坐月子的宝妈心态啥的都不稳定，也容易烦躁，但是这些都想多了，我妈可能也理解生完孩子这种心态哦，所以基本上我媳妇有什么要求啊，她都满足的，白天洗衣服带孩子啥的我妈都抢着干。我媳妇呢对比之前也好多了，毕竟嘛这婆媳关系啊是千古难题，但是啊只要两个人互相谦让啊，
就没有处不好的关系。在这里面我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。人家不都说了嘛，老公是调和剂。不过他们俩处好了对我是没有好处的。以前是我媳妇一个人欺负，现在是两个人一起欺负，偶尔还有我吧也来噎我一句。两爷搁这捣姑娘。好了，跟大家再见。拜拜，你说拜拜，哇，拜拜拜拜。你看着呢，年龄上来了都穿这么厚的，你起个虚嘞，你得嗨起来嘞。